牛奶还蛮好喝的，对，牛奶是不黑。MS 专用驻车场是放钢弹的吗？这应该不是樱花吧？这是教堂还是咖啡店呢？好啦，是教堂啊，然后旁边那个才是咖啡店。这是圆山公园。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路，然后才来这个动物园，而且后半段是山路，还有一些路人在慢慢跑。可是呢，这里的沙土飞扬，然后那个汽机车，应该说汽车也蛮多的，没什么机车啦。然后这些汽车废弃物经由慢跑者的肺，然后可以过滤掉，这样，所以在都市里面慢跑真的是很不好。好啦，终于到啦！啊，这是入口处，还有门票。哇哦！嗯，这个可以拉，还蛮好玩的。这样多少？75。不好看。哦，亮。这一只是白尾海鸥。你会变哦？是的。嗯，好贵呢。好贵呀。可以摸吗？不要了。这里有一个小洞，可是他们不会出来，还蛮奇怪的。好像可以摸啊。头抬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只要一直吃。这些都是食物。到处都是食物。美味しい。这些鸭子也是真的，这些也是食物啦。这是碎石啊。哦，又是食物啦。然后你看啊，他没有把那个圈住，让他把这里当成窝这样。只有一只，应该还有其他只。三杯兔啦。
这里面有虫子，然后上面有痒，虫子会钻出来，然后它们舔吃。它这整个温室就是让猴子乱跑，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观赏猴子。天竺鼠吧，嗯，应该也可以三杯。你敢买起来？这种的汗水架是给小朋友起来的。俺去澳洲，不是开这种。开大只的，一种奔跑的。叫那个叫什么？嗯，也体操。只有两只哦，两只都花费的就管了呀。观象台，不是观气象，是观大象。这里有很多空调，因为大象是热带的，北海道太冷了。这里有个小洞，可以从水附近观察它。这是另外一个观象室。日本人做这个做得还不错，就是让动物亲近你，应该是说让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动物。待て、彼に星マークがついているやつ。エレファント。違うやつか。ゾウ、追って。出はしないんじゃない。あ、でも鼻で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ね。エレファント。あのさゾウのさ名前がダンボ。这是狐猴之类的。他是在侍卫吗？不知道。I like a movie, movie. I like a movie, movie.、啊、隔壁的也是啊。Movie。啊，隔壁的还是要唱狮子王。猴子来呀！什么？在非洲，很多婴儿都会被他抓去吃的。嗯，所以狮子王什么都是假的。对啊，那只是童话。不理我哎、欸。因为你跟他不是同种。他怎么不叫一下？像个老头猴子。决战星球。
去对面拍，因为这个网子好讨厌。嗯，这里有网子。哇！而且那边还是比较近距离。可愛い。いい子いい子してあげる。なんか食べた。食べてきたよ。なんだろ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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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飯。ご飯かな。何って聞いてるよね。来，再叫一下，叫一下，没有录到。好像关门的声音。对呀、啊。哦。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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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水族馆的设置很不错，你就在海底隧道里面，然后看那个海底生物在游。嗯，走进去吧。啊，都是人。北极熊不会吃企鹅，因为企鹅在南极。哦，它吃蔬菜那个声音袂歹。给人类照顾的动物还比较健康一点。好饿、啊！哦，这就是鹤顶红啊，不是啊，是丹顶红，不是，是那个丹顶鹤。哎，
它不是毒药啦，这是开放式的那个鸟园，所以你只要担心会不会被鸟大便攻击，不用怕它不会飞出去，因为它们就会生活在这片水域之中，然后你也可以非常的亲近鸟类。八哥比较聪明，所以才被关着。超近距离的看丹顶鹤，它脖子其实还蛮长的。对啊，它脚也很长。而且好柔软哦。所有的哺乳类动物脖子都是一样，都是七节，可是它不是哺乳类，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样也是七节。嗯，它要抓它的屁屁。好好笑。麻雀来偷吃它的饲料。Why is there? Why are the feathers so hard to hold? That's a very good.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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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这只叫盖小鹤，它叫丹顶鹤。那刚才里面那个是什么？鹤顶红。哎，哎，它一直在抓痒，因为太干冷。有了，伸出头了。啊，一下就缩回去了。完了。你看这鳄鱼啊，它不太会动。然后可是呢，你看哦，它并不是站在那个陆地上的，它是漂浮在上面。然后等猎物一接近，就直接把它咬下去，拖下水，然后死亡翻滚。龟壳后面有刺，很酷。有保护色，很酷。哦，他还脱皮了。Thank you.
带着龟壳的蛇颈龙。好大只，它的毛有够多。便便。这是清蒸的吧？水獭。他的脸很像库斯啊，仔细看。这库斯啊，就参照他做的。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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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会把粗纤维咬掉。哎，我在有皮哦。そうだよ、猿の皮。もう次行きたいけど寒いから出たくない。なんか食べてる。游客不要给动物喂食食物或杂草，以免动物腹泻。저희마루야마동물원을찾아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손님여러분께부탁말씀드립니다동물의건강에해가되오니동물에게음식이나풀을주지말아주십시오
与冬物超接近的、啊。这应该是台湾黑熊，胸前有一个 V 字。奇怪，电池又没电。这大概是牛羚之类的吧，很大只。河马跟鳄鱼一样，这样的保护色啊，会让你清新。它的杀人数啊，比鳄鱼还要多，每年统计。因为一定看迄天上，就是看老鹰，啊无甲看野人安尼。好，走木道回去，又是一样一小时的步行，然后顺便吃点晚餐。自从换了 M50 之后啊，手持这样走路几乎都不太会晃了，稳定性非常的良好。这个森林步道做得好的地方就是架高，然后不是把那个石头或什么直接盖在那个森林上，而是一个架高的木板步道，然后让底下的原生的植被或是树根不会受到破坏。我觉得这样做法真的还蛮不错的。这是排水工程，然后你会看到它有皱褶，光线太强看不到，这样子应该可以缓冲水流。
樱花还没开，那我们就先看花苞吧。这颗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樱花。我在二手商店啊，看到哇，你看看到这个价钱，600而已。哎，真的有时候可以逛一下，这个手办有的人不要的样子。这只600块，然后小小兵，里面够安尼水水啊，袂歹的。很大只，只要600而已。超市的便宜多了，还有打折，跟日本人一起抢一下打折。哎呦，开了！哦，谢谢波波。怎么又是孙悟空？超多的。啊，好，放弃。第四个大的。来，不要再重复了。哎呀呀，这看起来就不是重复的。啊，这是达尔，好吧，最想要的那两只都没扭到。抱他，来，来，好，靠，又是重复的，所以呢，日本就是会骗人啦、啊，日本也是会骗人的，以后不要受扭蛋的诱惑，还是直接买柜台的比较好，看，这随机的100块的，就给一个还蛮烂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挖沟，哈。